那你要谢谢阿嬷吗？谢谢蛤蟆。谢谢蛤蟆，啊，是不是谢谢鹅啊嘞？谢谢蛤蟆。好香，对不对？要用汤匙吗？不要，你用手拿，等一下再去洗手。哇，这是很好吃的煎饼吗？对呀。真是太好吃了吧！让我帮你吃光光吧。爸爸，我自己吃。那自己吃。爸爸，我这33颗晚上很大口吃。这个你吃得完吗？吃得完。还是我帮你吃完？吃得。你有肚子饿吗？有啊。哇，还有蛋蛋耶！阿嬷给你的煎饼里面有偷藏蛋蛋。小朋友看不到了、太好吃了！我也很喜欢吃煎饼耶。太好吃了吧？对呀、哇，吃太大口了吧。